Hello， 大家好，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包包的视频了。那前两天正好收到了一个礼物，它也是属于大牌入门级别的款式。这款包是链条包。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，链条包呢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里。这款包包呢非常适合就是想要入手一个大牌入门级别款式的朋友，或者是想要买一个包包犒劳自己的朋友。接下来要说的这款是 Prada 的一款包包。那 Prada 近年来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，之前它一直万年不变款的那款 Prada 杀手包，你想到的是什么？对，没错，想起的是电影《碟中谍四》中雷亚塞杜演得了手枪装得了钻石的 Prada 包包。 Prada 杀手包设计简约低调奢华大气实用，是选择经典款最值得参考的款式。就我个人可能 hold 不住它的气场，但非常多人选择嘛，然后很多年他也没有怎么改变他们的风格。但是这两年比如说 Kylie Jenner 他背的那个腋下包，就是也是尼龙带一样的那个这款包，我就觉得非常好看，但是我去专柜试了一下也没有非常适合。但是这款因为是我阿姨送的嘛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长怎么样吧。这个盒子上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它这个 logo。 这是它的包装纸，就非常经典的这款包包。但是这款好像我在官网上是没有看到它存在，应该是前几年的款式吧。就这样子的一个像钱包一样的小包，然后上面是有这样子的链条，链条是黄铜和皮质拼接，非常轻，里面呢也是有一些铆钉固定住包。它这个链条是可以拆的，因为你看它这个解开了就变成一个钱包了，就非常方便。然后你给它扣上去就变成了一个链条包。这样子的包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比如说你出席一下活动啊或者是什么的，你可以当做把它当做一个手包来使用，你可以搭配裙子啊什么的，晚宴的裙子，然后呢也可以当做就是斜挎包，夏天的时候出去玩啊。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，因为它是黑金的颜色嘛，就不容易出错，就是很多 Prada 的东西就选黑色的，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。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分层非常多非常多，就是这边有一个，然后这个是第二层，这个呢是第三层，中间还有一个拉链层，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卡槽，看到了吗？一边好像有四个可以放，然后一共可以放八张卡，这后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放东西，反正它就是你可以放扁平的，比如说一些卡呀或者是一些钥匙，就你不要非常突出的东西它都没有问题的。看一下这个拉链层，哦，拉链层里面是有一个它的自己的编号以及它的名字，叫什么 Chocola Sofiano 什么码头读不来，应该是意大利那边的东西吧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质，这个包身呢它是这种格纹的牛皮制作而成的，它这个皮的好处就是不容易有划痕，你看你这个指甲在上面摩擦根本不会有影响的，这点呢也是它这款包非常让我喜欢的地方。第二点就是刚才说的它这个链条是可以拆卸的，所以可以当做一个手包，或者是这样子你可以夹在这儿，因为它的长度会比一般的长钱包要稍微长一点点。它的卡槽非常非常的多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上身吧。如刚才所说的它有两种背法，像这种单肩呢我觉得你搭配一个小裙子，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展示了，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搭配一个小裙子应该是非常优雅的。
然后斜挎也是 OK 的，因为它这个长度比起那个香奈儿的 Wally On Chain 的话它要稍微短一点，适合亚洲人的身高，因为我的话是1.62米不到一点，所以这个身高是就是合适的嘛，刚好是到屁股这儿差不多。再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把这个刚才说的把这个拆卸掉，就这样子取掉，现在已经把链条取下来了，就像刚才说的它可以当做这样子手拿包，你可以去参加 party 啊，或者是跟朋友去逛街啊买菜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子拿一个小钱包，都非常方便而且非常优雅有气质，就这样。如果你喜欢这款包包也赶快拔草吧，这款包包价格非常合适，而且呢它的皮质啊各方面都非常值得考虑，除了一点 Prada 的质量可能在使用上要非常注意之外呢，其他都是非常 OK 的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请帮我点赞或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